农夫山泉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好吧，我的二天一流要砍爆。全军出击，只要你胆子大，没有野怪反不到。而我就是一个大胆的人，我二段穿墙，没有人看得到我。我这波计谋成功，反手进攻，嘿，来，哎，没想到我在哪，嗨，好，来了，撤，来去自如。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红没了，好吧，反手进红，可大师您就让了，没办法，他们肯定还想往我这边挤，你不要给机会，把自己红收了，然后他拿去逛一波红，逛一波红，他红还是没了，那必须的嘛，是吧？一般药都是蓝开嘛，你过去反一手药的红很正常。你不要拿我的鸟好吧，我四级，我去。这一波怎么破？扛一波。我希望你有勇气跟他。什么？你这一波啊，我真的是。好，好。我希望你撞上路啊，你不要撞这个药，哥哥。哎，这个药你这干嘛呢？啊，他怎么也回来？他啊，我不理解。反正我是不想打，你要打那是你再送。这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药会按三技能回来，好不好？他往上面撞，必有人头啊！不理解。开始撤退，暴君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怎么上不去啊？我你看一下。什么鬼啊，这挺乱的，说实话。乱了。我想二技能就过后再丢大招，结果被那个墙一直卡着，说好的霸体都是假的。不过我感觉这个药已经乱了。一刀，一技能挡拉走位吃口药。好，这一波他们又炸了。这个药持续被反野，他很难受的，好吧？因为他始终有个红 buff， 这个时间点是被我们都知道的。你看，这波反野后，这药他就很难起来的。你不停的清他野怪，他受不了。消失，你是不是要追？就按大刀这个距离没把握，要打是可以打，但我觉得没必要吧。这该不会二闪背一手？撤了，刷一下，兄弟，刷一下。上路两个人，我老是看不到金铲。是的，他跟射手就行了，我们带节奏就好了。盾山比较讨厌，盾山挡着我，我感觉我要自己要被弹好多下。
继续做装备吧，把蓝给拿了，他们家红就要好了，对吧？他只能守一个的，他只能不停的拿蓝，他这个红他要不到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也没空说去反我们家，反我们家的红，你就不停的打半边野区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的经济已经碾压他了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，对吧？哎，这他这个子弹，这过得来，我这一手一技能他怎么挡了个子弹？他后面那发普通攻击没挡到我，哎呦，好难受啊！这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通过这波反野或前期的这种反野的这个进攻，我的经济已经碾压他了，对吧？我已经比药多1000块钱了，这个药很难打我了。后面我把冰痕之握一做，直接起飞，好吧？你肯定是这样玩的。你就比如说蓝其实也是这样的，他一般大部分英雄啊，就比如说蓝呐、纳可露露呀、药啊，他们基本上都蓝开。然后我们这个英雄他可以穿墙嘛，你穿墙去反野，别人很难发现你的。他们有的辅助在这里看嘛，但是看不到这里，是不是？你就一定要把握住，真的把握住，关键。啊！天一流，一刀两刀，二技能拉开，一刀，二技能，一技能。但有些红开的英雄你就不要尝试了啊，红开的英雄还是有的，就比如说那个玄策呀什么的，对，玄策，还有很多红开的。然后有些人也会红开，反正有些红开的你就不要去了。你反蓝其实就没什么必要了，反蓝它这个口子不好搞，反红这个口子比较多，对于宫本来说比较好出来，所以说你能反红一定要反，好吧？你反波红的，然后一直有红 buff 那个时间点，然后你就记得去推中路，然后你看你只要有红 buff 时间点，这个队友他自然而然他有的知道是该怎么玩的。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啊，看怎么打。现在就到了一个推塔的时间点，这酸香还是有点会玩的，酸香带了一个进化挺行的。注意发育鲁冰线，一两灵魂三枚铜板，哎，这不就机会来了吗？我打他太简单了，我大刀灌他脸上，给他两刀。这边又打起来了，死了一个，倒了三个。上了去推塔，他们推中吧。你压一条线就可以了，打点吸血，打点吸血，打两波。好，上路。扔了一艘船，没有过去。还是继续反红，持续反红。红把反而刷了，我们往这边一站就可以了。这个暗信还是比较讨厌的啊！暗信现在带弱化特别能带。请求集合。这不用强打，啊，给他一个大招吓吓他就行了。我们反正大招 CD 也快，去拿蓝吧。咱不着急吧，好吧？刷刷野怪，等等十分钟的主宰暴君。因为这边是软辅嘛，软辅你要往前面挤视野还是比较难的，我们也不是特别肉的，所以你等主宰推塔就行了。直接出魔女吧，好吧，肉一点好一点，因为软辅怕没有人给你开视野，就只能自己去了。
斧子扔在上路啊，斧子扔在上路。OK， 就往下路放吧。往下路放，等一下如果不好打的话，他们要守下路的线，我们有机会去拿暴君。按一手，二天一流，往侧面切，给一技能，二技能切切。这个暗信他玩的是对的，他没有过来参加正面团。好，我在扛塔啊，没事。好，这个暗信还回不回？还在找时间点。这一波非常厉害啊！这个兄弟是会玩的，非常进攻欲望非常强。我把线卡在这里，我多扛两辆塔，我们需要一波。好，这个暗信直接没有回来守了，记了。但暗信的玩法是对的啊，他就是需要不停的边带。但我发现暗信面对一些坦边的时候，单带效果不是那么好。就比如我上把打了一个，我暗信去打了一个夏侯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好杀。打了个夏侯，然后打孙策也没那么好杀，因为孙策他比较肉，你知道吧？你跑得很快，孙策其实跟线上你耗着，因为孙策的那个被动是加护甲，那个暗信其实切这个孙策挺麻烦。